高球名将 Tiger Woods 重返美国名人赛的奥古斯塔球场，似乎又缴出了5个 under 的283杆，进攻之后仅以并列第17名坐收。但回春表现已经是自2013年来的最佳成绩，也让多年来合作的厂商笑得合不拢嘴，顺势推出了 Tiger 个人品牌的相关最新产品，希望借由老虎重振雄风的好表现带动买气。当然今年 Tiger 在名人赛前一个礼拜宣布说他要出赛，让我们也觉得说非常非常的高兴，所以呢我们这次也非常有荣幸的把 Tiger 跟 Rory McIlroy 今年现在的世界第一所有的最新产品也都带到搜狗来提供给大家。随着高球运动蓬勃发展，各家业者为了争抢国内市场大饼可说是卯足了全力，除了结合高科技材质研发以及客制化的设计需求，前后任球王老虎以及北爱名将 Rory McIlroy 的代言加持，也让业者更有信心前进百货一级战区拓点，希望打出一片天。我们所期待的就是把 Nike Go 里面最强最好最顶尖的一些产品以及最好的功能性的产品带给台北市所有的球友也好。百货卡位战各就各位，台湾高球市场群雄并起，推陈出新就看消费者买不买单了。我来提新闻综合报道。